很难，非常难。这个太难了，这重心你就不知道怎么掌控。大家在镜头里不一定能感觉得那么明显，是因为下边的这位小朋友他在晃，那么上面这个小朋友就在跟着晃。因为两个人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调整重心的时候，又会产生新的重心偏差。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层加上小李腾两层，横管是三层，哇，竖管四层，再一个横管五层，五层换管，这相当于。好，成功。这样一个挑战呢，是三个孩子从来没有尝试过的。好，子由已经把晃管摆好了。